想想没有错，又是日本片，到底要几天啊？现在机票这么贵，多拍几次、啊？对，没有，因为很多人、很多朋友会问说，哎、这个疫情过后的日本到底变什么样子？等一下，我有问你，很多朋友是什么朋友？完美起手是很多人问我，没有，我们来之后，你看底下网友一直在问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发现，我们统整一下，疫情过后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十种事。嗯，好，来好，第一样什么？来，怎样？你刚刚发现吗？他们英文是不是很难沟通？非常，英文太厉害了，有一点。你刚刚是要买一个 SIM 卡呢？对，卡斗，不是卡斗，卡尔，这边卡斗，哎，这边卡斗，哎，对嘛，因为疫情过去啊，他们国外观光客比较少，真的是疏于练习。以前海关还可以讲英文，哎，对，检查行李的时候，真的。然后他们以前好像都会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单字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啪啪啪讲一串啊，啥讲？日本的朋友讲一下，我们很久没来了，能够日文讲慢一点，谁听得懂啊？你那个英文讲慢一点，人家才听得懂。他们英文退步很多啊。第二点，你有发现吗？日本人还是都戴口罩。对啊，对，他们口罩令其实好像，如果你有保持距离就可以解除。有看到有些人没戴，但大部分应该都习惯了，还是都有戴了。而且他们的口罩几乎是白色的啊。对，这口罩戴完来了。以前买那个日本的小朋友口罩是很都有卡通图案，很多、欸。对对对对，现在反而没有。没有哎、欸。戴着啊，戴着不要带伴手礼回去。我发现观察到了，以前我们那个在日本买东西，他们几乎是不会边走边吃啊。日本的话，但是他们会靠边。对，比如说店家买完，然后在旁边，或是店家前面，然后站着吃完。疫情后会不行。超商里面不行。今天早上我们要准备要在那边吃的时候，他说打没打没，我说哦不行了。第三点，以前他们买东西的时候，塑胶袋是不用钱的，而且他给超多。现在要收钱。要收钱。一个多少钱？3块，应该也是环保。不错啦，但是开始有点环保概念。哎，可以带自己带环保袋啊，如果有来的话。疫情后新发现第四个。现在很多免接触的付款方式，但以前他们就其实蛮免接触，他们都会放那个盘子，他们结账的时候就把钱放在盘子里面，对，比较有礼貌。哎，对，现在多了机器，直接放进去就好，然后自己按自己找钱，不要碰我。自己有多怕我们碰他？我在那台湾的那一天是45万确诊，不要碰我。疫情后的日本新发现，打台湾工，哎，虽然说这个日币有跌，但好像日本本地的那个物价都上涨，我就没有涨很多啊，拿铁440日币，以前除以四一杯110嘛，现在是乘以0.22，80-90块，差不多。他们物价的涨赶不上他们的贬值，逢低就进场买进，然后就赶快摊平摊平，把那个机票赚回来。不过物价还好，没有涨很多 ，OK 的。疫情后的日本新发现，日本人终于想清楚了。怎么了？你记得以前我们来免税的时候，他都给你一堆纸，把你的护照订的乱七八糟，现在。他们终于无纸化了，直接店内就免税，哔哔哔，然后就直接退你。而且很容易把护照不小心弄破。但有时候那个订书机要过金属，还哔哔哔。来日本不用再因为免税那边订了乱七八糟的纸，完全不用啦。那哪来到神社是不是参拜进境？哎，这个锁水色的呢，含水球吧。但疫情期间，可能怕感染，他用了一个这个色水。给你晒晒人啊。他虽然是因疫情而做的那种临时措施，但是他也是有把它造型打扮一下，符合这里。哎呀，手洗一洗就好了。哎，新名买当接受啦。来，再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来日本了，我朋友都在问，真的朋友在问，中国人多不多？哦，哎，真的不多哦。有没有？日本都没有在讲中国话。但我觉得应该是留学生比较多啦。我刚刚是有看到两个中国人，那他们就在聊，好像聊天是不像观光客那种。对，要么这边上班，然后这边留学的团客啊、大妈团啊什么，哎，少很多，通通都不见。要来赶快来，趁现在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台湾的朋友来这边一定会买药妆、美妆，一定要。你每次要来，你的朋友总或是家人总会有人叫你帮忙。这样一小袋算是客气啦，是我们自用啊。但是呢，现在日本的这个好像药师法、药剂法越来越严格哦。因为以前就是你什么感冒药啊、头痛药啊、止痛药啊，反正随便买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但他这样有规定，就一家店，如果他是有药剂师的话，你顶多买3到5样。
不是单品项哦，是头痛药跟感冒药，它有成分很相同的，可能里面有一样成分的这种，只能买两，三到五样。然后如果你遇到那种药妆店是没有药剂师的，只能两个，只能两个，三样以上。药剂师就要询问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样？同样的感冒药干嘛？对，那怕你拿回去乱卖啊，代购什么的，也有可能。对，朋友叫你帮他买，你跟他说不行啊，真的没办法。感冒药好像很好用，可以帮他买大正啊、伊布伊啊、葛根这样。啊，不行了，超过三样了。但还是有些漏洞可以钻啊。怎样？刚刚就遇到这个。哦，帮我们钻漏洞，我分开结账啊，分两单啊，不然就跑多一点。但他规定现在是这样。对对对，比较严格一点。哎呀，疫情后的发现啊，真的是我们这几天的一个心得。对。以前日本的店家，那关门开门是非常准时。对，我有遇过，那我那天去买面包，他7点关，我7:01，我说拜托。不行，那疫情过后呢，他可能会更提早哦。嗯，我们遇到好几间了。对，就原本可能表定 Google 是10点打烊，那我们九点多去。对，然后说哦，随便这一间休息了。啊，基本上晚上10点，怎么会这样？阿美横滨就差不多收完，1/3的那种居酒屋也都打烊了。以前这边是很热闹，可能到12点1点都还有东西吃。我以前都是回到饭店弄一弄，再出来买药妆，结果真的都提早打烊很多啊。还没10点呢，是还没10点。你最爱的药妆店完全没开，晚关。你看，就说要早一点嘛。好，我们过了那个日本的出境海关了，超快的。超快，他们现在也那个放护照，跟台湾那个快速通关一样，就直接哔哔啊，而且连我们都可以了。对，以前我觉得他们是蛮耗人力的。对，就在做这些事情上面，但现在非常的快，完全智慧化了。然后过海关他没有拦我们了，他就叫我们过去了。对，他连这个都不用看了，所以他没有在什么盖章什么没有了。对对啊，我们没有章，怎么不能再盖这个远远的章了？没了。啊，外面这个也是倒很多还没营业啊，应该是没有倒，只是暂停营业而已啊，还没有倒啊。但还是有这种啦，你卖完化妆品、香水，一些 Angel 的朋友，Angel 的朋友啊，还是可以买一下。